马桶有一位男清洁，准备一个丝袜，剪掉一截，准备一块肥皂，放进丝袜中，打一个结，固定一下，放入马桶槽里，留一部分袜子在外面，这样就不怕堵塞，也方便取出，这样每次冲马桶肥皂水都会冲出来，就能起到随时清洁防臭的作用哦。快动手自己做一个吧。